虚拟。那今天我要来介绍就是MacBook 版本的剪映。我先给大家知道我们用手机和 MacBook 要怎样下载剪映、剪影还是剪映，我是不知道讲什么啦。到底就是在 Malaysia 要怎样导入剪映这个 apps？ 首先我们去那个 App Store 那边，按这个头像，然后就按进去。那边，可以快点吗？然后 change country， 我们就换去，不好意思，按错了，再来一次。我们就去找 China Mainland， OK， 之后就按 agree。Agree 了过后，这个 payment 这里我们就按 None， 然后呢，我们的 building address 哦，我们的地址我们就给它打一个 dash 的符号就好了。OK， postcode 的话有六个号码，我们就放12345654566，然后。这个 district 我们就随便选啦，一样的啦。坏了哦，电话。怎样？哎呀，再来一次了。OK， 可以了，我们就 payment 就按。哈？怎么又出去？不好意思啊，再来一次。可以快点吗 ？Hello， 为什么电话会这样慢？这时候换按。Dash， 然后这个有的选的话，我们就选。就好了，电话号码我们就也是随便打咯，然后就 next， 然后就done就好了。然后这时候你选剪映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然后刚刚听到说有 MacBook 版本的剪映，然后就快点来到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剪映，我就现在来研究看看，到底剪映有多好。OK， 然后我就来到我的 album 这里。首先我就先放自己想要放进去的 video， 我要用的 video， 我要用的照片都可以放下去。
看一下这个。然后还有转场，哎，特效的话，还有 bling bling， 就是我最喜欢用的 bling bling 的东西。嗨，超级喜欢的。然后到转场，看看转场有什么东西。嗯，哎，还有好多东西啊，转场里面，幻灯片，特效，觉得不，很好看嘞。然后去到滤镜，滤镜也是很好，可以选喜欢的颜色，我觉得是很不错的。然后调节。然后之后再按一按这个视频的话呢，右边就会有这些，会有，就是因为刚才我换了中国的，来我从康区那边换了中国，所以现在就出很多这些这种东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等一下就会把它换回去那里去。好，由于他一直叫我换这个东西，我决定我现在就把这个 App Store 的康区换回去。好的就是它竟然还有磨皮还有瘦脸的效果嘞，就是磨皮反而加是更清楚的感觉的，然后瘦脸真是有瘦到嘞，所以我觉得之后都可以用电话还是相机，就是然后之后来电的时候再到剪映这里做瘦脸的部分。我觉得对一个非专业 editor 来讲的话，这个是真的是已经是很够很够。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做我的视频了，过后就给大家看我用剪映做出来的视频分享给我的效果。这个兔子啊，这个兔子啊，给我吓了一跳，不好意思。A few moments la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小虚拟。噔噔，新年又到了，但是今年的新年有点不一样哦，因为 MCO 的疫情cases 更多，所以我们的行动管制令就是收紧了一点。哎，但是一样可以送礼，我就会帮你送到去你的亲戚朋友的家，祝福给你的亲戚朋友们。我来开份牛给你们看，一头金，我们有牛的款式，还有财神爷的款式，就是这样的啦。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一头金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有这个米老手工饼，然后里面有一包，你可以选其中一个口味，还有三个口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黑芝麻糖，你可以选啊，里面有两包，然后你有四个口味选择。还有就是这个，噔噔，身体棒棒，这个牛牛的红包很可爱，是不是？里面有20个，然后就让我把这些祝福，身体棒棒，帮你送到给你的亲戚朋友们呢。然后又可爱又特别，又适合大人，大人又可以吃这些饼干，然后小孩子也可以有气球玩，噔噔，真的是很适合嘞！赶快下订单，然后就预定你们的时间，我们就会送过去。然后在这里，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注意安全呐、OK， 新的一年新希望，大家身心身体健康，快乐乐，拜。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好，我爸爸讲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请记得